三届国防挑战者刑法之王。除了我们主办单位非常用心的策划这次活动以外，我们有特别邀请到哦志光系列的刑法王牌名师哦，艾伦老师。好，那等一下的题目啦，把握一个重点，是把东西看清楚，然后再作答，好不好？第三届国考挑战者刑法之王挑战赛正式开始，第一题计时开始。然后很多队伍都很快的就打出来了。我想知道这题谁会答错。我们公布答案，第一正解是 C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还不太明显，但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我猜出来。好，难度好，普通级，普通级哦。第十一题，准备，好，计时开始。好，有队伍要使用三区卡。使用保险卡。好，保险卡直接生效。我再来准备。第四卡。公布日马上失效啊！如果是47条的话，是从解释公布日两年内要修正之。OK， 但前面的东西全都是对的，这都是解释文的内容而已。现在最高的应该是695分，手上有一些可以攻击的，差不多可以准备使用。保险卡，保险卡，有队伍要使用现代卡的。然后有一些组都很快就有答案了，30秒，来最后10秒，请决定答案哦。等一下，现在我先了解一下现在的状况，哪一组被冻结了？好，这边组这边有两组被冻结了。然后注意好，正解是。